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Stop!
Come on.
本场比赛结果如下：一号裁判韩国30-29，二号裁判来自香港30-28，三号裁判来自伊朗30-28，四号裁判中国30-28，五号裁判来自日本30-28。And this.World Champion Title Fight, the winner by 比赛结果。